有人能在此树中存活下来，那今日就让咱们打破此神话。 哥哥，如此看来，你的修行略有懈怠啊。弟弟，你嘴上的功夫倒是精进不少。两位兄长，多谢你们几番援手。上。 端午之面，口出狂言，虚伪贪婪和假途天道，有我等在，绝不容你如此。还真是顽强。 万千，青离白首，叛变万象，洞穿云霄。 之血，七九天。